没刷新吗？哦，我不在，不刷新。哎，我把班尼特复活。谢谢猴哥家派大星的钻石粉丝，谢谢派大星，刷了。刷了。这个得合成几个？这合成五个。就 OK 了，就气死了。再拉个水友啊，再来个水友，给做个每日行吗？再来个水友帮每日帮做一下子，来个水友把那个每日做一下子，好吧？有点觉悟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开始进了啊！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，自然会产生云游四海的想法了。顺着风的方向。有些得自己做，没事，自己做的你就别做了，能做几个是几个吧，行不行？走，开始啊，就你了，半世风华。啊，做个每日半世风华，我就合成一下。七十，够不够啊？应该够。要的有点多。油浮油精化盒要八个。这个要九个，手边有树叶，我可以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要九个，能直接合出来九个吗？有点没呀，要浮游精化盒，浮游精化盒是什么？浮游精盒，浮游精化盒啊，浮游精盒，得了，这么没吗？完了，我是个傻逼。没换角色，换角色也没有 勾八用啊。好，这也够了啊。现在我们需要打蛇众，这个能合成是不？幽随客影，看看幽随客影怎么合啊。
幽随客影。哪去了？哈，幽随客影啊，幽随客相啊。这个用这个合，那我们就合这个。二十 ，nice。都合吧，我就估计他肯定以后还得要。差两个这个，差两个这个圣骸，先打蛇，兄弟们，先把蛇打了。蛇打完，我们回头打那个打祭坛，走。星辰商店买普通材料，星辰商店全买没了，商城已经没有我没有的东西了，明白吗？嗯，全买没了，要么就在这儿买，这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买那也太亏了，不如买这。打完了吗？打挺慢的，那人太多了也。我看我要干点啥。哎，不行，咱们就来一手吧，金！今儿运气不错吧？飘摇风雨中。睹物思故乡，那个流浪者有用没，兄弟们？这把刀是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了。没用是吧？算了。小抽一波，没出就拉倒。走，打个副本，兄弟们，等会儿再打。我去搞两个东西，新海去，我要新海。哎呦，我来点树脂啊。没事儿，有一个兄弟不用来，进也行，看你呀。
或者你帮我打蛇中也行。未雨绸缪，才能临危不乱。不必心急。哎，有个兄弟没进来，那腿儿那么短呢，没跟上啊。哎，来我家坐，你就看着吧。直接给俩，好。帮帮忙！满级不对，没满级，九十满，现在他妈差的有点多呀，我操。打就完了，抓。黑蛇众可以去那个别人的世界刷，是不行，一会儿来两个水友打打你们的蛇众。这回跟上了啊，给个金的不行吗？哎，这玩意儿是不是给不了金的？我怎么没见过那金的呀？不必心急，不必心急，不必心急，该出发了。概率很低呀、啊，好吧，谢谢伟大的万里阳光，那瑶光飞尖，谢谢。可叹落叶飘零。真没有啊。世界等级有关系、啊、到点到什么点，这没玩够啊，再玩一会儿吧。今日两小时，给个金的吧，
哎呦我操，连纸的都没有，我打你妹呀、啊！真他妈抠啊！不必心急。风共云行，帮你们放点技能吧，剩下咱们就不管。我这还都浓缩树脂呢。哎，金了，什么金了？金个榜吧，操！走兄弟们，打个蛇的。谢谢艾丽西亚的钻石粉丝，谢谢伟大的万里光，感谢。不必心急。冲！顺着风的方向。蛇差多少？如果这给三个就满了，如果这给三个就不用再刷了，我们就夜蓝就可以九十了，九十级夜蓝无敌了。还发现102开头的 ID 怎么的，这个 ID 怎么的，很牛吗？别刷剩一物了，剩一物没准我有，没准有能用的呢。三个，两个，别拉，还得打一回。看这个还差几个啊，这现在能合一个，都合了吗？看看能剩几个。哎，那够了。够嘞，我们现在需要浮游精化盒、漂浮灵、走打打这漂浮灵去。哎，前面还有个箱子，来，来，兄弟们，收集八个威力，按哪个来着？
搜啊？算了，一会儿再挑。顺着风的方向，御风而行。这怪这么幼吗？拿风打不掉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水？挑战失败，来个兄弟上去挑战一下。往返自然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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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御风而行。这个这个这个。抓到。好嘞。这个打完了，我们再打哪个呢？啊，停止追踪。帮帮忙。走，回去打蛇。再打一个蛇，九十，快快快快快，等不及了。哟，好，这波给了仨，真他妈操！等会儿啊，想想我们现在干啥，兄弟？现在先把他给突破了。如日方程的旅行，升满。哇！满命夜蓝。与满级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，满命满级夜蓝，兄弟们，现在需要给他抢武器，这个有了，现在要蛇种精化盒，蛇种精化盒，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天赋升级。这个也要啊，至关灰烬也要啊。该出发了。武功不点。
哦，行。等我点一点我的技能啊，别急。要这么多四关的灰烬呀，早说呀。谢谢仇兵后994，感谢仇兵后。既然手边有树叶，我可以闭关回去。繁荣哲学。闭关。骆驼龙王。打个天赋，你给我拿个81级的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别！我换来，你别换，我这小卡拉米算了，你换，我换。来，给加点 buff 来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二倍呀、啊。多打几回，不必心急。我感觉这原神的人物升90级要的材料好多呀。我这一天如果我啥也不干我自己打的话，我得打老长时间了。
差不多了，三次完事儿了，不搞了，回去整灰烬去。该出发了。